木南，你干嘛？我送你回房间。我不回去，回去也是一个人，在这也是一个人，这还能喝酒？你已经喝多了，不要再喝了。你不要管我，要不然你就陪我一起喝。你为什么总是管我？ 你知道吗？我和沈秘3岁就认识了，就在我们三个人见面的那家小面馆里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大人们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，就这么想。 他们总说我和沈秘是一对，将来是要结婚的。所有人，每一个人都这么说，直到现在他们还这么说。我承认。 和沈秘结婚，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在所有人的祝福下说出我愿意，这个场景在我脑海中已经出现了无数次。嫁给沈秘，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。 好像他回来之后就一切都变了。回来，他去了哪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最可悲的是，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。